我等你敲铃哦，哈，十个四，你的号码要发出来哦，哈，四，五，三，我咱的脚头要拍合开哦，甲咱的肩胛头同款宽，四。阿公，每天运动，安尼身体较好对无？小花啊，这久无看到你啊！我们彰化医院的那个普贤师资据点呢，我们从那个五月中的时候，因为疫情升温，所以配合卫生局的政策，所以这就暂时停止服务。然后为了让长辈可以持续的有活动，我们有尝试的先在我们的群组上面，然后分享一些活动方式或是影片，看可不可以暂缓我们家长辈的失智退化的状况。但是在六月底的时候，长辈陆陆续续回来医院做疫苗施打的时候，我们发现其实长辈在肢体的活动或是认知的部分都有明显的退化，那我们不得不思考用什么方式可以让我们的长辈状况可以更好一点。所以我们从七月开始尝试使用那个视讯的课程的方式，让我们长辈们可以在视讯的管道上面可以做互相的打招呼啊，认识朋友啊，甚至是做一些肢体的活动，让我们的长辈可以在认知的部分还有肢体活动的部分可以减缓他的退化状况。我们课程主要的状况方式呢，就是一开始会做一些现实导向，就是提醒我们家长辈现在是什么时间什么时候，然后今天的天气怎么样，然后开始就会做一些暖身的活动。再来就是主要的肢体活动，像今天主要的活动是毛巾操，然后有时候也会利用骰子啊或是图片的方式让他们可以做一些其他的认知的促进，然后最后会有一个缓和操，让大家有点收心收操的感觉之后跟大家再见，然后结束今天的课程。然后如果我们的长辈或是家里的家属没有办法在现场协助视讯课程的部分，我们也会把当天的课程影片上传到云端，让家属们可以在比较有空的时间的时候可以放影片，让我们长辈也可以一起做运动，一起做互动。换倒边哦，吼，来。